ก็มาเรียกับก็ตัวอีกรูชาคือเลยก็เลยจงคงอยากได้กินกินนะ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นี่มาสมัยสิ14 กิน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將佢哋呢貼上貼紙先同樣地啦呢一隻嘅 Godoy Igu Shaku 呢其實呢係由本身嘅 Igu Shaku 呢升級而成嘅一個版本啦咁佢借助咗呢個 Godo 嘅力量呢就提升到去同埋改變咗佢嘅顏色啦咁就從而令到佢嘅力量呢更加強化啦咁我哋首先睇一睇呢前面呢一架嘅Core Godoy Igu 咁啊，開咗車底嗰個開關先，聽下啲咩聲音啦。一樣啦，我哋要進行 ride on 嘅模式啦。首先咧，要確保嗰個鷹嘅頭咧係喺最低嘅位置啦，然後打開呢個透明嘅藍色車窗，我哋將呢個 core Godoy Igu 咧，將佢插去呢個 Godoy Igu 上面進行 ride on。跟住落嚟咧，就進行呢一個 Kizunakatai 友情合體嘅時候啦。首先將個武器咧掹翻出嚟先，兩隻腳咧就分開啦，將個尾鰭咧插翻出嚟，我哋擺埋一邊先。好啦，腳嘅後踭攤開，然之後將魚刺擺側邊先。記得咧，鯊魚頭咧係要反翻180度嘅。OK， 咁啊腳就變形完成啦。我哋先將咧呢個 Igu 兩隻鷹爪冚翻落嚟，將佢安裝喺 Shark 嗰只腳嘅腳掌嗰度啦。然之後咧 ，Shark， 我哋可以首先咧。將個頭輕輕拎起先，將嗰個尾翼掹開，放埋一邊先。然之後咧，手臂呢一度有兩個卡扣連接住身體嘅，我哋將佢鬆開，然之後將手臂拉翻落嚟。呢個鷹爪打開，就可以將個拳頭咧順時針咁進翻出嚟啦。另一邊一樣啦，將個鷹爪打開，然之後逆時針將個拳頭轉出嚟。好啦，然之後將個鷹頭咧就吞上去。喺做到呢一步嘅時候咧，我哋同時咧就將呢個尾翼咧就扣上嚟呢一個位置。我睇下邊個咁樣。呢個突出嚟嘅長條形部分咧，應該係對住上邊嘅。你會見到呢個位咧啱好咧係可以砌得入嘅。好，然之後我哋進行呢個合體啦。到個武器啦，武器呢一度咧，我哋要打開呢個掩啦，然之後你會見到咧，呢度有一個魚刺，有一塊魚刺喺度，我哋將佢咧吞翻出嚟。不過我呢個咧比較實少少，所以用啲力，然之後將呢一個尾鰭嘅部分就安裝喺呢個位置啦。然之後
一塊咧就安裝喺上邊，咁就可以完成到一把類似十字弓嘅武器啦。就安裝喺呢個左手度啦。好，其實如果大家想將部機體顯現得更加有層次咧，大家可以將呢兩隻細啲嘅翼咧係安裝喺膊頭嘅後邊呢個位置。前面又有，後面又有，非常之有型。咁啊，因為呢一隻 Godot Igloo Shaku 咧，其實係同之前嗰只 Igloo Shaku 咧，大部分都係用緊一樣嘅件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同時俾呢一隻藍色翼龍去 custom 啦。咁我哋一齊試下啦喎。首先將呢只藍色翼龍咧拆咗件先。非常之有型嘅一款作品啊！咁我覺得咧，佢比起個 Godot Leo Cheetah 咧更加有型啊！唔知係咩，因為佢係白色加藍色加銀色加金色嘅呢一個設定，係啦，好比較冷酷啲嘅造型啦，係啦，再加埋藍色 custom 件，令到佢增添咗更加多嘅魅力啊！誒，咁我試下將呢、這個。Godot Leo Cheetah Custom 咧擺埋一齊，去俾大家睇下啦。Godot Leo Cheetah、Godot Leo Shaku 兩部神級機體放埋一齊嘅感覺，實在係令人哋覺得好神秘、好有型。唔知道大家覺得點睇呢？歡迎喺下面留個言話俾我知啊！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个 Godot Igloo Shaku 究竟有啲咩声效啦。
次咧就將普通版嘅 Eagle Shaku 同埋呢個 Godo Eagle Shaku 放埋一齊做個比較啦。咁啊，大部分咧都係用個呢個松茸件去製作嘅。咁主要改變咗嘅部分咧，大概應該就係對翼啦，一個飛機形態嘅翼咧，就轉換成一個真係似動物形狀嘅翼啦。跟住然之後就係隻手呢個部分啦，變咗做個鷹爪啦。之後咧就係、是、頭冠嘅部分啦。